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因为是讯号很差的地方，所以我就打算呢，索性就不直播了，我们直接用录影的方式呢，让来记录他们今天的散步的状况哦。来，然后呢，片头开始了，先给我们林金多石头上沾一些口水，好，这样子呢，他才等一下才知道要去找哪一颗石头，他要保留他口水的味道。好，哎呦。等一下，多多，这里有一颗球哎，哦，他找到了。你不是之后要开球吗？哦，这一颗不错哦，这一颗不错。来，多，多多，来准备，来，你来，一二，去吧。他没兴趣，因为他知道我的手上有他有比较有兴趣的石头。好，去。哦，糟糕，他不会的草地呢，刚刚整修完哦。嗯，有一个那个非常香的那个西瓜皮的味道，很舒服啊。阿妈，找到石头吗？来，给我来。哪里？石头在哪？好，加，好，哎呦，哦，石头舞哦，哦，豆豆来再跳个石头，我看，哎呦，跳了，啊，好，去吧。A 两个 Q 角的老，白阿囝嘞，大哥，悄悄，他们两只呢，手牵手在那个大榕树下那边乘凉，他们等一下应该就会过来了。啊，目前呢，在这个场上只有呢，像我跟多多，我们两个属于是运动员派的，我们会在阳光下，挥洒我们的青春，然后燃烧我们的热血。啊，就是为了我们人生，就是要不断的运动哦。啊，不像那两个，不要惊扣脚去啊！你咧树啊，卡咧搞休困哦。多多哦，我们是同一挂的，我们长得帅又有才华，然后那个运动细胞又好哦，身材又棒哦。多多，我们是一起的。啊，你看北极来啊，北极那个，好，去。来，大大，他真的就是给我在树下，他是有阴影的地方就 OK。啊，九九还给我在上面在那边弄溜溜呢。啊，来了，九九也来了。啊，哎呀，真的不要惊啊！啊，豆豆，有找到吗？哦，其实说真的，现在蛮热的。好了，来，我们白痴来了，白痴来了。哎呦，没对。那他是只单纯真的只是去凑热闹，我个人是这么觉得。好热哦！哎呦呦，大大在滚呢。哎，我说真的，我真的很少有那种感觉是看到像大大这种狗。或许很，你可能会见到很多，但是像他这种真的是很少见，是他真的很认真的在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讲他，他的狗声好奇妙哦。来，北七来，北七来。怎么样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啊，你再滚一下，看，再滚一下，看，哦呦喂啊！你看安尼啦，真的就是，哇，非常淋漓尽致哎哦，大大，啊，这个囡仔真的太可爱了，真的太可爱了。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他这样笨笨的哦，就是这样子，就莫名其妙就会很欣赏他。哦，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是呢，就是看他的一些动作、一些举动，你就会觉得。还是很会心一笑，哦，就是呢，大大的狗生呢，它就是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哦，它的就是呢，只要让人家看到它，你就会想要笑，发自内心的笑，不是耻笑，不是取笑，是就是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生物。那你的脸，他刚刚哎呦，他刚尿完尿，然后又在那边滚呢，这囡仔真正有够太乖的啦，啊，大大我在讲你啊。啊，九九嘞！哦，看远方那边有粉丝，九九应该是被粉丝包围。哦，没有，九九在这里。哦，我们有阴影的地方就会有九九啊。哦，因为九九呢，它是一个可能自己觉得它晒到太阳会爆炸的狗吧。还要给我在树下滚吗？干，我就知道。哎，你们滚，你们滚整套的。就这样问一下导游而已。然后大大你要干嘛？你看大大的他走路了，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他的屁股都会扭，哦，这样扭其实很可爱，
非常可爱。你看，它前脚是外八 O 型腿，但是它后脚呢是内八，所以它的原厂的设计非常的奇怪哦。那再加上呢，它本身的处理器呢，可能原厂没有装处理器哦。有粉丝来找他，所以大大去给找粉丝，腿没样啦。然后九九呢，还在给我树下给我舔鸡鸡，九九，九九，你也来。好，算了。这对夫子 Q 卡，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运动员多多的身上。多啊，你酒头吹掉。啊，多多找了很久了，还是没有找到他的石头啊。因为其实对他来讲是有点复杂的，因为现在的这个草刚刚整修完而已，所以呢，它是有一个厚度的。哦，不，它不是说一个完全水平平面的地方，所以石头呢小颗一点，它就会被草淹没，所以在视觉上是看不到的。多多现在只能靠它的嗅觉去找，然后它的嗅觉呢又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干扰，原因是因为现在草地刚剃完，所以呢充满了，我个人是人类，我都可以闻得到它现场呢满满的西瓜皮的那种草味。哦，所以呢它对它来讲，对，多多妥协了，他要来咬这一颗球吗？多多不能啊，不可以作弊。哎，我刚刚丢的不是那一颗。你看他这样好像在孵蛋哦。我多多还很认真在找哎，我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欣赏多多的精神。哦，这是他非常的固执哦。其实，所以在某一个层面来讲呢，他应该，他如果是人类，他应该就是那种成功人士哦，就是他很多精神呢是感觉是会成功的。然后大哥李亚在搞魁梅啊。哦，给妹摸哦，然后这边呢，哦，九九今天 Q 告你啊，他真的完全今天真的打算不要晒到太阳，不然他会爆炸哎。你看我镜头拉远一点给你们看，九九就在一棵大树下给我乘凉。你小功力是金城武哦，啊，金城武术啊，不是安尼好不好？好了，哇，真的很热，非常的热哦，所以我可以体验那种体会九九呢。不想要晒到太阳的感觉，连我现在在阳光下，我都已经晒到有点头昏脑胀了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呢，简单的散步到这边就好了。我想要回家吹冷气了，好，顺便呢带他们甚至回来吹吹冷气。好，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然后今天呢不是用直播，所以画质会比较好一点哦，直接呢 1080p Full HD 直出给你们看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回家了，拜拜。